就那拿药剂，就那个长老的鼻子，说去那个小王大夫，他看耳朵很紧，找我就碰耳朵鼻子，不是你说我看这耳朵，你那你那眼睛你瞧，你看我这耳朵这是真有难，他看我这有结石，我泡出来，你不敢弄。他们没药，他说你这黄药软化了以后一套一套的，那你这个影响听力啊。不可我说不可能，我说就是听哪一说话，我心想。你心怎么那么大一块？还好没断，没两块大。这个应该是人家会说积累一点，对，那个、这最少得五六年以上吧。哦，你看时间短了，形成不这样。那家伙儿，这是有嘛？那是后什么呢？耳朵聋不的，牙变跳了。我跟你看，又一块。哦，吃一块，再又一块。哦，俩是。嗯。都满了。嗯。又俩聋的。嗯，白满了。都这小孩，都这得背呢。也挺难。现在快差不多。你看着，看着。两块就跟狮子夹子呀。对，我装修了。先套好了吧，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儿，你吃哈。没有了，改正了。还有啥人呀？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就正好了。等十多天儿。嗯。下一晚上就坐在车上坐会儿。